我哋三兄弟嘅生活就系咁，每日吵吵闹闹。呢啲平凡安逸，我一直以为系理所当然。 阿聪劲喎，老细 send email 赞你喎。喂 ，CD 位吉咗好耐，你好大机会喎。你冇嘢嘛？冇，有啲攰啫。做嘢先。唐医生，照咗咁多嘢，其实我究竟咩事啊？你有急性肾衰竭，你嘅身体状况会好快变差。唯一嘅机会就系等有个人捐个肾俾你。有乜可能啊？点解突然会咁啊？死亡原来可以好接近。我已经决定咗噶啦，我先系大哥啊！你两个有份凑大噶，几时轮到你决定啊？医生都话咗，人系有两个肾噶嘛，捐咗一个之后，另一个仲可以维持身体运作噶，唔会有事噶。你俾二哥帮你啦，如果连你都唔喺度，我哋都唔知点算。学你话斋，阿爸阿妈过咗身之后，你一直喺度照顾我哋。阿哥，俾我帮你一次啊！一次啊！我好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啊！阿哥一直照顾我哋嘅日常生活。中食饭啦，一齐啊！啊，饮茶，唔饿，你哋去啦。好，拜啊，拜。平时将份粮悭埋，又成日买嘢俾我哋。我翻嚟啦，大哥。嗱，一人一袋啊，唔使争啊。啊！多谢大哥。收着啊！我谂谂要白色袋。又惊我哋唔够钱使。仲有，我估你哋咧，今月唔够钱使噶啦，系嘛？翻咗佢。悭啲仔啊！悭啲仔啊！本来可能失去嘅生命，因为有你哋，再一次捉紧翻。你哋两个都康复得好好，定期翻嚟复诊就得噶啦。阿聪，尤其系你啊，更加要好好咁锡住自己嘅身体。你知道吗？你真系好好彩，有亲人可以捐赠活体器官。器官捐赠喺香港并唔普及，尸体器官好难有，好多病人一直等，一直等。我哋作为医生嘅，有时见到佢哋同佢哋屋企人都觉得好心痛。咁目标就系希望更加多嘅人去关注器官捐赠呢个计划啦。咁但系亦都要提醒佢哋吓，我哋三兄弟得闲就打机、打篮球。
边谂到有一日会喺街度派传单呢？不过经过今次，我哋真系明白到，幸福唔系必然嘅。我哋希望多啲人知道咩嘢系器官捐赠，可以多啲人受惠啊嘛。P 字嚟嘅咩？系咯，呢个系 P 字嚟嘅。佢好似唔系 P 嚟嘅喎。我谂下。唐医生，我肾系咪有事啊？系，我哋又发现你有肾衰竭，肾功能得翻10%。我哋已经安排咗你喺换肾名单上面。同一样嘅噩梦又再发多一次，又再一身冷汗。呢个就系我呢一刻嘅感受。B， 你几时好翻陪我玩啊？其实大家唔使咁担心，咪等输低器官咯。唐医生都话我可以一路洗住肾先。但你都唔系未试过洗肾嗰种辛苦噶啦，都唔知道你顶得几耐啊。况且林林都仲咁细个添，今次我捐咪得咯。如果捐完都冇事。唔得！你知唔知道？我就系觉得，因为阿森捐咗个肾俾我之后，佢身体越嚟越差。你知唔知道我有几咁内疚？我系唔会再俾任何人去冒呢个险啊！我宁愿一世洗肾。OK？ 老公，你头先讲乜嘢啊？捐肾？你黐咗线啊！如果有咩事，咁我哋点算啊？你知唔知大哥佢有几锡我哋？我哋三兄弟感情有几深啊？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我哋冇钱结婚，系佢按咗层楼俾钱我哋啊？而家我有个咁好嘅家庭，有份自己咁中意嘅工作，大哥佢付出咗几多啊？由细到大，遇到咩困难我都唔担心，因为有佢喺度。如果而家可以做而唔去做，可以救又唔救，我好嬲自己一世。爸爸冇咗肾会唔会死噶？德仔啊，爸爸有两个肾，捐咗一个，仲有另一个喺度，唔会死噶。咁如果你唔俾个肾俾林林爸爸，林林爸爸系咪会死噶？咁爸爸你快啲俾啦，林林冇咗个爸爸会好惨噶。得你一个嘅，阿乐咧？我特登嚟系想劝你俾阿乐捐个肾俾你。
我好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系点，我唔会俾佢咁做嘅。我知道你都有担心嘅。我唔赞成系我自私啊！德仔咁细个，佢爸爸有咩事，咁我哋点算啊？同时间，德仔提醒咗我，如果唔救你嘅话，琳琳就会冇咗爸爸。一个小朋友冇咗爸爸会好惨噶。加上唐医生已经好详细咁样同我解释咗捐肾之后嘅情况同埋治疗，令我放心咗好多啊！阿聪，我同你一家人打赢过呢场仗，今次我哋都唔会输。点解唔选择生存？咁样先对得住捐肾俾你嘅细佬。你细佬嗰时成日都话噶，一家人齐齐整整先最紧要。好，搞掂。啊，咁就咪行啦，行啦，行唔行到啊？行到。啊？喂，扶扶我先。两个肾都有人扶，我哋一个肾都冇事。系喎，呢度三个嚟讲，我系最健全。你最健康。结果我左边的肾是阿森的，右边那个是阿乐的。这个是属于我们三兄弟的奇迹，我很好彩。但是奇迹是不是可以降临在每一个有需要的病人身上呢？